Hi there, I'm Mabel Chan, and this is One in a Billion with a special summer series from Shanghai. Our contributing podcaster, Anita Xu, is there, exploring what's driving career transitions with her friends, mostly 20 and 30-something living in China. Imagine you spend 6 years of your early adult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studying to be a landscape designer. Then one day, you landed your dream job. But a few years later, someone at your company would forever change your idea of what is a good life or what is a good career. What would you do next? Now that's what happened to Lu Xiaoya when she was 27 years old. In this episode, is this going to be the rest of my life? Anita talked with Lu about that life-changing moment. Lu will tell her story in Mandarin Chinese. You can find the English transcript on our website at oneinabillionvoices.org. 换工作的理由有千千万万种。 对卢小雅来说，危机感是重要的推动力。 20多岁的时候，她虽然还不清楚理想的未来是什么样， 但她知道她一定不会是下面这样。 那位大哥呢？ 我不知道具体啊，他可能40多岁吧。 然后反正他有孩子，然后孩子可能刚上小学这样，就是他只是一个跟我一样的普通员工，然后他每天有时候忙的时候，他可能就做项目，然后闲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他在那儿打那种棋牌类的游戏，也可能是麻将，可能是斗地主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人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 然后难道他就一辈子都这样了吗？然后难道我以后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吗？就是我只能坐在这个公司的这个格子间里，然后在闲的时候打打斗地主吗？就是我不想这样啊。卢小雅描述的是她在第一份工作中观察到的一幕。她当时在一家具有国企背景的私营景观公司做景观设计师。 在此之前，他在园林景观专业学习了6年。2007年高考时，卢小雅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林业大学的风景园林专业，这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风景园林学位项目。做景观设计是卢小雅从小认定的职业方向。我是生在郑州的，然后长到不到6岁的时候，然后我们全家才搬来北京的。因为我爸那时候在这边上博士，跟林业有一定关系。 然后环境类的，卢小雅相信父母的行业经验和资源能够让她在个人职业道路上有更顺利的发展，所以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风景园林专业几乎是她的第一选择。这对我来说就是个捷径。一般的人他可能，他没有家里的那个环境，但如果你家里就是干这个的，你其实从小就耳濡目染，你会比别人走得早得多，你就能学得比别人更好。 就是有可能我去选一个平面设计，我既没有背景，然后我也不知道哪个专业出来就是就业会更好，而且我知道那个专业就是一个谁都能学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就是它比较稀缺，然后它比较好，然后我几乎就能上到全国顶尖的风景园林的这个专业，那我为啥不去呢？我干嘛非去跟那么一帮 学平面的竞争，然后出来还更找不着工作，感觉。从北京林业大学本科毕业后，卢小雅又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修读风景园林的硕士学位。2015年，她回到北京，加入了本节目开头提到的景观设计公司。缺乏挑战的工作内容和无所事事的同事，只是让她产生换工作想法的一个方面。她还发现，因为人事编制的差异， 他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和同事也大有不同，这让他感受到一定的心理落差，加上每天3小时的长距离通勤，他越来越感受到痛苦和疲惫。当时我工作的地方在北京的东部，就是靠近雍和宫，就是很东边，然后我家呢住在北京的西北角，五环外。 然后那个地方在大概三环那样子或者二环那样，然后我就要长途跋涉穿越北京，就是我觉得北京这个西边和东边基本上就属于异地了，
然后我要每天经历这样一个旅程，早上我可能大概六点多就得起，因为我们上班是八点，然后就要坐地铁，那个地铁十号线人还超级多，然后我还得换三趟，就是从四号线换到十号线，再从十号线换到五号线，然后我才能到目的地，然后这个路上就要耽误大概一个半小时，到晚上我们大概五点半可能就能下班了。但是呢，我家又离太远，这路上耽误完了，我到家了基本上也就六七点了，也就没啥能干的了。产生换工作的想法后，卢小雅分析了留在同行业找到更理想工作的几率，她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与此同时，在风景园林学习和工作了七年多后，她希望尝试新鲜的真正感兴趣的事物。她很快把目标锁定在了广告行业，这是一个她从小就痴迷的领域。小时候 你一般暑假不是都会播那种港剧啊，然后电视剧动画片，就是电台会播嘛，然后一般大家就是他这个剧的中间肯定会插播很多很多广告，因为他都是全天在那儿播放的那种啊，然后可能有的人家别的小朋友就看到那个广告就很烦，人家就换台，但我就很感兴趣，就有时候尤其遇到那种剧情性的广告，就很久以前之前飘柔就拍过类似那种广告，它还是拆成好几集，然后你把那几集都看完之后，你会发现那是一个爱情故事，那个就是讲说一个男生然后邂逅了一个女生，然后就是擦肩而过的时候，他不小心举了一下手，然后那个女生的头发就从他那个手指缝里面特别顺的就滑过去了啊，然后他就只记得这个触感，然后后来就是他就一直在寻找这个女生，直到有一次他们又在一个图书馆里面，好像是图书馆里面相遇了，那个女生就转了一下头，然后他那个头发又擦过他的手，他就把他认出来了。然后我就很爱看这种广告，有时候那个中间插播广告的时候，我妈要换台，我还跟她说，哎，别换，让我看完这个广告。卢小雅此前并没有任何的广告经验，对于这个行业也没有任何基本的了解，为了准备这次转行，他动员了身边所有可能的资源，找到在广告行业工作的老同学和学长学姐。他最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广告业中究竟有哪些职能可能是自己擅长或具备优势的。卢小雅对于转行的主要信心来自于他相信风景园林和广告在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上具有本质的相似性，这让他在求职过程中表现得从容和自信。我觉得整个广告行业的运行模式跟原来风景园林的模式是有一定相似之处的，包括我跟人家去面试的时候我也会这么说，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先分析，然后分析出来找到问题，然后再给出这个问题最合理的答案，其实这个流程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实现它的那个方法不同。风景园林它需要学很多很多东西，就是它既包括平面设计，然后也包括建筑，有一些建筑，然后也包括物理，然后也包括那些就是条例，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类似于法律条文的那种东西，然后同时它还需要分析，就是因为你前期要做大量的分析，分析这个人流从哪儿来，然后往哪儿去，然后他们为什么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它又很像麦肯锡那种就是从数据里面分析到一个结论的这种能力，所以它就是包山包海，它什么都要训练，所以恰好是因为这种训练，我觉得才使我有了就是做广告的这种能力。卢小雅最终选定了广告文案作为她的求职方向，在客户执行、设计和文案这三个广告行业的支柱职能里，她认为入门文案对于没有行业经验的人而言更加容易，从准备的时间成本上来说也最低。为了增加得到面试的几率，他花几天时间打磨出了一本十页的图文作品集。我其实把我所有能想到的，就是包括我自我营销和做我跟这方面有关系的东西全都弄进去了，放了一些我原来研究生跟本科时候的作品，这个是为了说明我是有审美的这个 sense 的。然后放了一些我当时豆瓣的那个相册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是为了说明我
就是还是具备一些营销的这种潜力，然后也放了一些我原来的文字的作品。这本图文并茂的作品集为卢小雅争取到不少面试的机会，不过由于缺乏直接的经验，她最终没有收获到理想的工作邀约。最后她退而求其次地加入一家新媒体公司从事互联网运营。虽说是运营，但这份工作涉及大量的文案写作，她也因此看中这个机会，希望利用它来积累足够多广告文案所需的创意技能和写作经验。与此同时，她还在继续参加广告公司的面试。2016年年末，他收到邀约加入一家外资独立广告公司从事文案方面的工作，这也意味着他正式进入了广告行业。当时我就觉得我有希望，因为就是聊得很好，大家觉得性格也很合适，然后说的也很开心。我说我喜欢看电影，然后他就问我说喜欢哪个导演，然后我当时就说了大卫芬奇，然后他就说那你知道大卫芬奇原来是拍广告的吗？我说我知道。我说，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的很多的电影里面，可能受他拍广告的这个影响，然后会很，就是设计的很，这个情节非常的，怎么说，转折的很厉害，或者说很锋利吧。然后我说，这也是我喜欢他的一个原因。这个其实不是你之前准备的问题，真的就是你平常，就是你这个其实是我当时也是在去之前不久看到的。就是我当时是知道了大卫芬奇就是一个广告导演，然后后来转去拍电影的，只不过当时面试的时候刚好用上了而已。在准备面试方面，卢小雅也有自己的领悟。换工作的心情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强烈，你才有可能在面试的时候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到最大。不管你准备不准备，但是你的整个人的精气神儿，或者说给人的一种气场，一种感觉，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好。你要非常兴奋的去面对这次面试，而不是就是很随便，或者说像一个死狗一样就去那儿随便聊聊，这一定不行。就是我发现我能成功的都是我心态上做好了准备，而不是说技术上做好了准备。一个人喜不喜欢一个工作，或者说你喜不喜欢一个行业，其实还是蛮容易判断的，尤其是在你进了之后，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的话，你是会出现那种废寝忘食的那个状态的，你是会有那种哇我做事情我真的好喜欢，居然还有人付我钱，就有这种感受。我觉得这种时刻可能你的表现不一样，别人的表现不一样，但我觉得那种时刻是有的。我会很好奇，就是你真的进入广告圈完成了这个转变之后，你第一次有那种意识说我是真的喜欢，而且我发现我真的在里面我很舒服的时刻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时刻就是，其实我感觉我自己出来的东西感觉没能给我这样的反馈，而是说你出来的东西让客户看到他们觉得很好的时候，我才会有这样的正向激励。可能我真的没有热爱到那个程度吧，就是我进来我就很开心。广告行业首先它还是创意为王的，所以有时候当你想不出方案的时候，你真的很痛苦。所以我可能有时候在日常的时候，我也真的会被那些小的那些想不出东西来的时刻打败，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是高兴的。因为至少我跟我朋友出去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觉得你好像真的很喜欢做广告，因为看你每天都很开心。卢小雅的转行故事我们就说到这里。如果她的经历告诉了我们什么，那可能是那些曾经被我们认为是捷径的东西，可能反而会成为一种枷锁。而跟随理想和兴趣，不管听上去有多么老套，总会有一天发挥出它的价值，帮助我们到达更理想的目的地。今年是卢小雅转行的第三年，她始终强调自己转行成功归结于运气，但事实远不止如此。如果没有对转行可信心的分析，没有对广告行业进行尽职调查，也没有花时间进行日常的积累并且打磨个人的作品集，他的转行又怎么会如此顺利呢？你正在收听的是语境第一季，在本季中我们聚焦年轻人的转行。请记得我们好像是在聊职业选择，但他一定会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我是许静爱，本期节目由我编辑和制作，我们下期见。
You can listen to Anita's entire 30-minute interview with Lu Xiaoya on Apple Podcasts when In Context with Anita Xu is launched on August 14th. In our next episode, Anita talks with Ko Aiji, creator and host of Gushi FM, one of China's most popular audio platform. 600,000 listeners have already tuned in over the last 2 years. Aiji was trained to become a librarian at China's Geological Library. How did he end up switching to audio journalism, interviewing anyone who can speak honestly and personally about anything that would surprise him? That's in 2 weeks. One in a Billion is Brian Latwinowicz, Yvette Yu, Maggie Shi. And our lovely theme song is composed by Brad McCarthy. Let us know if you want to join our team of volunteers, help us plan events, pitch a story. Just go to our website, oneinabillionvoices.org, and find us on Facebook, Twitter, and Instagram. Support for our podcast comes from our collaboration with the Victor and William Fung Foundation.